车不错，偏要做宣言。就是这种地方就不该让他这样的人来。你看人家不还是来了吗？人家长得漂亮，又会打扮，是个美人儿。是美人又怎么了？美人有什么用啊？长得美又不值钱。就说你家女儿不值钱。走吧，姑娘们，姑娘们，走走走，跟我走，走走走，跟着我走。 你走那么快干嘛呀？又不是给你找对象呢。我得看看你给我带个什么人啊！我给你打个预防针啊，你别寄希望太高了。怎么了？你想啊，那好看的姑娘不就跟花一样吗？开一朵，别人就摘一朵。杨书记，杨书记，哎，你们去哪儿啊？我们看大看号去。别瞎跑，马上就开始了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哎，怎么又不走了？这就是你带的人啊，没一个像不像样的。 别寄希望太高了。再说了，就见三个人就下这种结论，可都没一个看上眼的。按这个概率去算，你逮的人可想而知。手啊！你吹哨不就完了吗？你我吹哨你听了吗？你以为动手我就听啊？我知道，我这动脚你也听不了啊！校长找你呢，叫他干什么呀？叫他参加舞会啊，让他扒拉扒拉你这些人，看看有没有顺眼的。他不是刚离婚吗？你就让他歇歇吧。离婚又不是力气活，有什么可写的？刚放下碗，嘴还没擦干净，就往锅边上挤，那像话吗？有什么不像话的？ 他又不是死了老婆，还得在家守丧3年。他是离婚，离的是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。校长，有什么指示？你怎么不去参加舞会啊？我不去参加那玩意儿，男男女女搂搂抱抱，什么玩意儿？我不去。不知好歹，人家地方同志关心你们这些单身汉的个人问题，你这说三道四的，怪不得人家不爱听。嫂子。 我是实话实说，你都包涵。没想到江团长这么年轻，还这么封建啊！嗨，我是土包子进城，我见不了这，那就更得改造。穿上衣裳跟我走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还叫不动你了，去。我就管摸管摸，换衣服。你撇什么嘴啊？像他这么封建的人啊，还离什么婚呀？ 包办婚姻啊，最适合他。你看，你看，人家离个婚把你给翻了。我是替我们女人打抱不平。他不会有孩子吧？这我还真不知道啊。别紧张啊，哎，放松点。哎呀，怎么了？脚扭了。 那还没跳舞吗？没事，没事，走吧。坐吧，啊，那坐吧，坐吧。你皱着眉头干什么？校长，不瞒你说，我就见不了这男男女女认识不认识，一上来就拉拉扯扯，就是这样子。我要是找老婆，我才不找这样会跳舞的人。 你说你这个死型啊！我们去跳舞吧。哎，我跟我自己老婆跳舞行吗？你没意见吧？啊，没意见，没意见，这个行，这个行。走吧，走吧。你去跳个舞。行，我跳不了，我脚扭了。你来的时候你就很勉强，这什么地方啊？什么人都能来啊？要不是人手不够，哪轮得上你呀？ 慢点，别跑啊！你怎么了？一晚上都心神不宁的。也不知道小妹怎么样了，真是怪可怜的。想想啊，都替她难受的慌。那有什么好难受的？跳个舞可怜什么呀？你知道什么呀？ 这种舞会，那还不是送上门去让人家当对象挑的吗？那有什么不好了？小妹要真能找个军官，那是她福气，那也是咱家的福气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。我这么想，那是替她着想。替她着想，我看你是为自己着想。哎，就算我替我自己着想了，也是替咱们全家着想啊！你好好想想吧，像咱们这种人家。 要真能找个解放军，那还不是高攀了？话说回来了，人家能不能看上咱们还两说呢。你自己尝吧。你干嘛呀？这又吵，这动不动就吵，烦不烦人？你刚烦啊？你早该烦了。自己的亲妹妹被人家送到那种舞会上去，你这当大哥的还有心思在这看报纸？你一口一个那种舞会的，那是哪种舞会啊？ 那难道是什么火坑吗？那不是火坑，也比火坑强不到哪儿去。单凭送上门去，让人家挑挑拣拣，你不觉得屈辱啊？安心，想的太多了，太敏感了。不就是去军校跳个舞吗？怎么就扯上屈辱不屈辱了呢？这再说了，就算人家有那种意图，人家能挑他，他难道就不能挑人家了吗？那挑人也不能到那种地方去挑啊。 我听说那个地方就是扫盲的地方，那些个人都是些个大老粗，小妹能嫁这样的人吗？哎呀，老天爷，终于完了，看得我跳一头汗。对不起啊，应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，把你这脚踩得不轻啊！哎，你看你这脚都成这样了，要不然别跳了吧。你是怕你领导说你是吧？ 要不这样，你等我一下，我替你去说说，啊。蒋书记，是没来，然后来跳舞啊。蒋书记，我看你们有个同志啊，脚崴了，跳不了舞了，要不让他回去吧？那就让他回去吧。啊，你们接着跳。哎，好，送了吧。啊，没事了，走吧。 英雄难过美人关呀！哎呀，怎么讲的出来还不知道呢？眼睛都直了。其实啊，是他的眼睛直了，连你的眼睛都直了。你说什么呢？跳舞嘛。谢谢您，那我走了。 哎，你这脚行吗？要不我找辆车送你？不用了，外面有车，不麻烦了。看谁呢？ 一拐的，让你看得这么容易？啊，是我的舞伴，我刚跟他跳过。你会跳舞啊？什么时候学的？刚学的，刚学会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人家姑娘是被你采撷的，也不能全赖我，但也有我的份儿。 几点啊？你怎么了？他们惹你了？没人惹我，是我自己把脚扭了。事儿，被你采撷的那个舞伴儿，真能好看？好看，特别好看。好看呢，就像娘。画好像是。哦，怪不得睡不着觉呢。既然你动心了，那就赶紧行动啊！反正你已经离了婚了，也算是单身了，有资格追啊！哼，看你跟吃了灯草似的，说的那么轻巧啊，好像我想追就能追上似的。人家一个洋学生，是为咱们这种大老粗准备的吗？ 现在洋学生加大老粗的有的是，你又不多一个，担什么心啊？再说了，你可以先试试追呀。追上了呢，就算你赚了；追不上就算了，你又不损失什么，是吧？老丁啊，怎么了？跟你在一个宿舍挺好。哼。 回去啊，嫂子给你做什么好吃的？包饺子。有什么话直说。校长，你们这媒人是怎么当的呀？那强行把我给拉进来，怎么没下文了？你不是不找会跳舞的女人吗？也会变的嘛，这人。这旧思想是可以改造的。参加个舞会，旧思想就改造了，那还要政委干什么？都跳舞不得了吗？哎，那得看是什么事儿了。 那找对象这事儿还是跳舞管用。怎么了？看上那跟你跳舞的呀？对，校长行吗？别人都行，唯独他不行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不行啊？那是曾家出的。怎么了？怎么不说话了？害怕了？哼，笑话！我害怕什么？资本家怎么？ 咱们日本鬼子、美国鬼子、国民党反动派，我们都收拾了，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。哎呀，本来我还有点担心呢，担心啊自己离过婚了，配不上人。现在好了，我们俩半斤八两，谁也别嫌乎谁。哎，这倒也是啊，就是，一个青年学生，工作不久，能有什么问题啊？我们党是讲成分，但不唯成分论呢。没准啊，我们俩能过得好好的。哎。 真是英雄难过没人怪啊！啊，校长，我能不能过这关，关键还看你这媒人有没有本事啊！嘿，你小子跟我玩起激将法来了！行了，别磨了，再磨脸上也开不了花。你是不是嫌我老了，想换年轻的呀？你看你又来了，你天天说这个，你不累吗？我不累。 我这是啊，警钟长鸣，对你有好处。你把那个钟声放吧，你有事干了。蒋德福看上那资本家小姐了，让你当媒人呢。你没告诉他呀？他们家庭出身不好。我能不说吗？可他不在乎，他说他也离过婚，半斤八两。这话倒不假，那我就介绍试试。他犹豫。 他还犹豫？你让他马上到我办公室来吧，我亲自跟他说。哎呀，反了他了！啊，快去吧，去吧。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？哎呀，你能不能不要老是点头，也不要老是摇头？你说话，大声点儿。哎呦，行了行了，言归正传吧。我听说你还犹豫呢，告诉我，犹豫什么？哎呦，怎么又不说话了？说话呀！我去。什么？我没听清楚。可以去。为什么又可以去了呢？是你自己想通的，还是我逼的？哎呦，我又不是老虎，能吃了你吗？我在最后问你一遍，你借还是不借？我借就是了。呵，你这小姐脾气还挺厉害的嘛。那就明天见，在我家吧。你可以走了。哎，等等，小安，你用不着这样。我呢，也只是牵个线搭个桥，没人强迫你。那行呢就行，不行就算。现在啊是新社会，婚姻自主，你自己看着办啊。早去早回吧。嗯，我知道。这亲算是相不成了，这连打扮都不打扮，那明显应付差事嘛。你叹气有什么用啊？你也不管管他，由着他的性子。你以为天上真能天天掉馅饼啊？你给我闭嘴！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张大峰，不是我说你，你也是离过婚的人，去相个亲，这怎么激动啊？哼，不瞒你说，我呀还真有点激动。你是有一点激动吗？你是激动的过分了。不到10分钟，你看了几次表？老姜同志，你这是失态，严重失态。啊，我承认我失态。不是没把握吧？这心里头七上八下。干嘛七上八下？你应该稳操胜券才对。虽然说你们俩半斤八两，势决力敌，但是毕竟你有校长和书记2人大将替你保媒啊。你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，这门亲事要是成不了，只能说明你是个笨蛋，其他的说明不了什么。笨蛋，那你一说，我这心理压力更大。看什么啊？哎，不行，2只就行了。3只就露馅了，对。好，心里有数。假，雄赳赳气昂昂的。但愿他能跨过鸭绿江。你什么意思？听不出来嘛，我是祝你们好运的。哼，这话应该我说。这么好的男人，上哪儿找去？上炮校找呗。啊，对，也就是在我们炮校这儿找。 校长，走走。这真是人是衣裳，马是鞍呀！你这精神的，我都快认不出你了。精神什么呀？还不是老样子。进屋喝茶。啊。晚上好，合作了吧？快来快来，来。你们怎么阿姨？大家的错，哎呀。 你先在这守着，我回去报个信。阿姨，你是新娘子吧？嗯。你要到我家里去吗？走，我领你去。同志，我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啊！妈。 看把我儿子高兴的，那是人家的新娘，你激动什么呀？你们相个亲，我们家多热闹啊！我儿子比你还高兴呢，啊，恨不得今天晚上就让你们入洞房。别激动啊！阿姨，这是我家。妈妈，新娘子阿姨来了。杨书记，来了。嗯。 快进来吧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我介绍一下，这是姜团长，他可是抗美援朝中的一级战斗英雄，是我们最可爱的人。姜团长，这就是小安，安杰，是我们医院的会计。 对，握手，认识一下。啊啊，对了，这是我爱人，这是我孩子。我们家还第一次干这种事儿，我们都特别激动。来来，坐吧，坐吧，坐吧，坐，来，小安，来，去坐那儿。来，坐。你们俩呀，哎，坐呀。贾子峰，坐这儿。 小婉同志，吃饭了吗？吃过了。好，吃的什么？你问这干什么呀？来，这不是老家常吗？那你说什么？我该问多了。再说了，也轮不上你啊。啊，也没有什么事，我出去转转。你坐。 永远呀，坐呀，坐。哎，你在这坐着干什么？你坐，走啊！没我的事就有你的事了。那行，那你们俩好好谈谈吧啊！姜团长，你得主动点儿。小安呐，你要好好配合。啊！师傅领你们修行在个人啊，你们俩好好谈谈。哎。 咱们撤。你看他们俩能成吗？选。为什么？你没看那丫头，连身衣服也没换，还穿着上班穿那套呢。这人也不打扮，也不收拾。 这样子呀，就是来应付差事的。这些资产阶级，真让人讨厌。不成就不成吧，千万别勉强啊！他们俩差距太大，成了麻烦也少不了。亲嘴吗？那什么没干，就在那坐着，还要人高兴。那叔叔呢？不知道，光顾着看姨了。真是个笨蛋，又爱去一趟。 你喝点水吧。我不渴。 你找吧。哎，我还是没找到，我先走了。叔叔，再见。哎，再见。哎呦！ 坏了没有？没事啊。你们两个孩子干什么呢？阿姨被开水烫了。啊！阿姨被开水烫了。哎，你们怎么了？你们有药吧？我把人家给烫了。烫了？啊！来，哎呦，怎么烫这么一片呢？来，快脱下来让我看看呀！出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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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去！快！ 怎么回事你？啊，你满头大汗在里边干什么了？我没干什么，我能干什么呀我？你没干什么，你们把人腿给烫了。啊，我去给他倒水，我这心里本来就紧张。你女儿给我打个招呼，我一不小心就把刀抹了。你进去干什么你？是哥哥让我进去看他们有没有亲嘴的。你亲人家嘴了你？ 我亲什么嘴儿啊！我连他嘴唇长什么样都没看清楚。你怎么样？烫的厉害吗？能不厉害吗？你快带人家去卫生所去看看吧，我这看不了。哎，我看你还是到我们卫生所去看看吧。不用。哎，怎么不用啊？你烫的这么厉害，还是去一趟吧。啊？真的不用。 谢谢你，是我烫伤的，不用谢。真的不用啊？真的不用，我家里有药。我找辆车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，外面有的是车。哎，小陈啊，老姜，哎，来来来，让我用一下啊。哦，行，拿去用吧，老姜。 来，你坐上来，上来，没事没事，上来。三轮车。 我们还能再见面吗？能吧。那怎么联系啊？要不这样吧，我们互相留个联系方式，你看行吗？啊，行吧。 你就写在我的本子上吧。你不是有本吗？受了什么洋罪呀？哎呀，老家出去了啊！同志，看来出师不利呀！哎，你干什么你？我这可是高级笔！就是因为你这高级笔，害得老子丢人现眼。怎么回事？你先别问怎么回事，你先给我写一个对子看看。哪个队啊？ 队伍的队啊，一大队的队。哎，你这个笔是什么玩意儿啊？怎么还七声啊？看吧。哎呀，你看看，你看看呀！不就说少了一只胳膊吗？还真少了一只。哎呀，这缺胳膊少腿的，这下更得写。 回事？怎么去一次瘸一次啊？不长记性。哎，怎么？看来有戏了。有什么戏啊？有戏也是滑稽戏。那脚又拧了，怎么拧的？这回不是脚是腿，不是拧的，是烫的。 来让我看看。天哪，怎么这么红啊？这看得很清啊！你以为我是装的呢？谁让你笑呢？你这一笑，我就以为你弹的高兴，又去跳舞了。你又说你不长记性，那我就以为又让人给你踩了一脚。行了行了，你别动，我出去拿药去。 什么呀？李昌德福海军高级炮校一大队二区队。哎呦，对子写错了。哎呀，我都懒得再看了。没想到他真的是个文盲。哎，他口袋里竟然还憋了两支笔。要不看到他别着这两支笔，我还想不出这招呢。这就叫做弄巧成拙。哎呀。 没想到我安杰啊，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，什么事儿？哎，你不知道他是这样的，嗯，我们还能再见面吗？那我们怎么联系啊？不会，都听你的，怎么吵？不行，我不能就这么放手。 你怎么了？睡了一觉，又有劲儿了？有劲儿，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。哎呀，老姜同志啊，这个追女人不能光使蛮劲儿，得使巧劲儿。我蛮劲儿、巧劲儿一起使，我就不信拿不下。老子多少营长都打过来了，还打不过一个资产阶级的小姐。切！ 下课。不曾远去的那些爱的风雨，可在。 风景。